Hello， 村民大家好，我是玩家色橙啊，矿区啊，刚刚看了一块料子，真的特别舒服，整个料子500克左右啊，是木纳敞口的，这个是自然光的一个打灯效果啊，料子全熟，包浆的，一灯爆，界面级啊，收藏品。东西质量品质都非常不错，喜欢的啊，速度正在弹，鸽子蛋随便取，底章特别纯啊，特别甜，塑料，它不是膏药啊。